好，那我们就开始 go through 生词啊。Aprobar, examen, iniciar, pagación. 这四个啊，第二个单词，那个 Shelly 在这里。examen 是不是 moon 是不是？嗯，它没有那个 z 的那个音，它是 s examen。啊，那个重音在大，在那个。不是，我的意思就不是 moon 是 man。哦 examen。嗯，我那个 n 可能没有太清楚，是吧 ？examen。Gracias。嗯，这个第一个单词 aprobar 就相当于英语的 approve 了啊。它这个现代时的变位要把那个 o 变成 ue 啊，跟那个很多单词一样。但是除了那个 nosotros 和 vosotros 还是 o， 其他都是变成比如说 available 这样子。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但是这个词好像用的那个过去分词的形式比较多。我们通过了什么？我们已经通过了，我们已经就是 approve 了，批准了，怎么怎么的。其他的，那过去分词怎么写呢？Aprobado 啊。Aprobado。它是 AR 结尾的就是 ado 嘛。如果是 ER 和 IR 的就是 ido。Examen。Examen 那个重音在 sa 上。Examen。好，那就下面。我记得这个开始，我们以前学过开始，好像别的。我们学过几个开始，什么什么 ambassador， 还有什么？ambassador， 这个相当于可能相当于英语的 initiate。我们学过commencer ambassador， 好像是这样子啊。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哦。对，这个我们可以以后问问老师吧。对，让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说英文是 start。start initiate， 我觉得跟那个 initiate 的意思。对，而且它这个词可以做那个字符，那个你看到后面有那个 VR， 它可以做字反动词的。可能这就是很大的区别，因为别的我们没讲到有字反这个，是吧？他那几个好像没有字反。对，所以这个是和他很区别的地方。OK， gracias。我往下走。你往下，你自己控制啊。不是，我问你啊。你都是开始了啊？往下面四个，下面是哪一个？好，往下面啊。哇，这个不止四个了，这个多了，九个。不是，它是一页嘛，就四个四个你们念好了，或者四个五个这么往下念。OK， 就一个人四个吧。OK， 这第一个单词那个啊，跟它连着吗？还是不连着？不连着。不连着是两。不连着是两个字哈。对。Rumble 啊，是上面是谁啊？下面是键吧？键。是吧？键。那是数量。Amanecer, anochecer, vacío. 这个 R 跟 rumbo 分开的，因为这个 R 是表示朝的方向那个 to 的意思。Amanecer 我没感觉，但是 anochecer 是前头是 anoch。就是晚上 ，anoche sale， 所以是入夜了，我想是。对，它有个 noche 在里头。对。Buenos noches。所以 anoche
Notch 是夜里晚上 ，Anoche 就是接近晚上 ，Anoche 是吧 ？Anoche sale 就是入夜。我这么想。对的，我也是这样联想的，因为里面有个 Notch。啊、嗯，然后那个那 Among the sale 我也不知道了。Among the sale， 嗯，这两个词好像都有名词的，也它这里列的是那个动词。它好像也都有名词的，就是 sunrise sunset 的意思。哦，日出和黄昏好像可以做，做名词的是那个阳性名词。好像九万，哎，词头词尾去掉，可能就是中间那个词干，就是真正的意思，名词的意思，有可能啊。啊，我没查字典，我就是根据下面那个单词推上。对，有可能。这个好像没有查 ，Amanecer 好像没。那个 Noche 我是这样联想。啊，那个以前那个九安，他早上就要走很远去那个，去走多少公里去河边，去那个湖边看那个，他喜欢用这个词 Amanecer。啊，看日出。那个这个黄昏，我记得。Jen 以前跟我们说他为什么学西班牙语，跟我们讲到他去厄瓜多尔旅行去看日落 sunset， 你是用的这个词吗？哇，我不知道了，我查的 sunset， 但是不是这个词，肯定这个是因为动词嘛，我那个是叫什么日落日出，我查的是名词，当时是啊。可以，我都忘掉了，我得查，重新查。我看了一下，它是这两个词，它是可以做名词的。哦，嗯，你说把这个 C E R 去掉，就是 no no， 就是这个词本身就可以。哦，不是那个，哦，太好了。我们说的那个 notch 是因为我们自己这样联想，因为 notch 在那个 unnotch sale 里面那个。对，这两个词本身它是可以做名词的，阳性名词，你们可以再查一查，确定一下。嗯，我想可能对的，因为你看上面那个 R 是表示朝什么方向，那么天亮就是朝天亮的方向，入夜就是朝天黑的方向，所以加起来就是天要亮了，要天要黑了。嗯。OK， 这有两个意思，嗯，两种词汇可以是，嗯 ，gracias， 好 ，Julia， 下面，好的 ，Basio， Basio 你好像念过了是吧？对，你从那个 Ladrido，Ladrido， Ladrido， Grupo。Veranear detrás， 那个第一个把它连起来啊 ，tres 在一起，不是 la 的在一起，是 tres 在一起的。哦 ，ladrido。好，我们以前学过一个叫 grito， 哦，好像就是前面几课才学的 grito。Grito 啊、，ladrido，grito，grito， 这个 grito 好像是，好像是可以指人和动物都可以，但这个 ladrido 好像指的动物，特别是指的狗叫的声音啊，他这里说是狗叫声音，对不起，那个我没想起那个单词来 ，grito 是 grito 啊，就是前面 o 呢还是 t o 啊？对，前面我们不是学的那个课文是课后练习吧，说那个什么那个小孩说那蚊子什么是天使，然后咬了他一口，他发出了一个 grito。 对，是 do 结尾，那我隐约记得 tio grito tio 啊，对 ok grito 要 grito ok 对，嗯，然后还有这个最后一个 banana 是不是跟那个Verano 有点像，所以这样也联想起来。Verano 夏天啊，它这里肯定是有关系的。Verano 是夏天嘛，它这是 Veranear 就变成了避暑，反正就是联想吧。嗯嗯，对，嗯，
下面 Judy， 下面是 Judy，Judy 完 Linda， 从哪开始？从这个，又该换页了，对。不是多加几个，嗯，咱们结束了这个了，嗯、是吧？对，嗯，从这个 Didaras。Not from the Monday. Acha Agua Andy. 还有一个，对吗？念四个啦。还有一个，因为刚才那个 Trust 这个也是在什么什么之后，那个也是在这个。这俩有啥区别？一个是副词，一个是介词。一个是副词，一个是介词 ，plus， 这是变位怎么变呢？哎呀，变位。哎 ，Sherry， 我有个问题，那、这个在什么之后应该念这个 trust 还是念 plus？ 没有 t， 都是 d 的那个音 ，plus。那就是前缀是吧？念它的前缀啊 ，trust，trust。OK， 那 OK， 谢谢啊，好。Plus， 对吗？这样 ，plus， 不是 ra 是 r plus， 啊 ，plus， 你好像也有点那个乌的那个音在里面。plus， 嗯，现在差不多。那个除了那个泼水 ，and a chara 话，它好像就有点像。Echara 哎，对，他好像听那个序听里面，他好像似乎是有点连在一起。嗯 ，Echara 阿瓜，这个当时讲 ，Andy 那个 Echara 就是有扔的意思，所以他把这个泼水，对，泼水，然后扔垃圾啦什么，还有前面那个 Cindy 做那个练习，把写好了信把它扔到信箱里，都是用这个。啊，对对对对，啊、嗯。HR， 嗯，它就是有抛啊、扔啊、投的这个意思。嗯，还有这个 Andy 啊、哦，你看在什么之前，像那个前天就是 Andy again 就变成了前天。哦，这个后面一个是当 behind 讲，一个是当 after。嗯 ，behind 这个 trust 是这个 after 这个。对。Detrust 是 behind 在什么后面 ？OK， 明白了。Detrust 不是 Detrust。OK。Judy 是 de 不是 d。Detrust。OK。好，下面是 Linda， go on。Deprisa, doblar, montaña, montaña arriba, mo, 是几个了？一二三四 ，mochila, mochila, mochila。我觉得那个灵感的发音特别好，它的语感特别好，听起来特别舒服。哦 ，deprisa， 如果说。I'm in a hurry. I'm in a hurry. 怎么说 ？I am a. I'm in a hurry. 经常我们 am 应该是 s s k 我看啊是什么来的 ？I am 是什么来的？这个我正好查过，是那个 the name 的用，它是用 dangle 那个 dangle pizza 就是 I'm in a hurry。哦 ，dangle。Dango pizza 就像 Dango hambre Dango， I'm hungry 哦，用就是用有那个词对 ，OK， 有的那个有是怎么说来着 ？Tener OK， 所以变成 Dango 那就没有了 de 了是吗 ？Tener pizza 就直接 pizza 了 ，OK。Dango pizza 对，就是 I'm in a hurry。这个 de pizza 它就相当于用的副词的。像副词一样的用法了哈，嗯，好，还有这个，嗯 ，doblar 是不是也很像那个我们学过的那个 doble？doble 是来 ，doble 就是 double，
然后我查了他这个 dovla， 他也有那个就是这个动词，他这里说是拐弯或者是折叠，他实际上还有就是我就在想这个词跟那个 doble 很像的，他还真有那个就是加倍的那个意思。嗯， doble 反正就是联想记忆吧，这些生词就是联想一下就是可以就 doble 那是怎么拼的 D-O-U-B-L-E-R也是 double， 然后后面变成 er， 对吗 ？double， 把它写在就是 part 里头了。哦，是没有那个 u 是吗？没有。OK，double，OK，double double， 它这两个词是有联系的。嗯 ，double，double， 它是 double 是名词和形容词，它这个。Dobla， 它本身这个动词也有就是加倍的那个意思。嗯，还有那个阿里巴，阿里巴是不是我们原来学过呀？对啊，我们学过啊。然后还有那个做那个普拉提，阿里巴亚巴霍，整天阿里巴亚巴霍，阿里巴就是向上 up 的意思嘛。哦、OK。嗯。Toward。Doble 是什么词性 ？Cindy， 哎，不对。Doble 就是那个 double， 它是形容词或者名词也可以的了。我想就像英文的 double 一样的意思嘛。嗯。啊、嗯。但是我是说这个 dobla， 它本身这个动词它也有加倍的意思，除了这个、嗯、除了这个拐弯折叠，它还有这个 double 的意思。对，它有这个 double 的意思。嗯。哦，我在想下山可不可以说 Montaña Abajo， 因为这个 Arriba 跟 Abajo 是相对的。我在想下山，这是朝山上走，就是上山。下山可不可以说 Montaña Abajo？ 我想可以的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OK， 好，下面。Stina， 我是 Shelly。OK， Pasea subita apoyado contra subida， 不是 sub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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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ida。我应该读的是。哎，你那个 Shirley， 你这几个词再读一下好吗？我刚才没听见。哦pesar su vida apoyado apo 没有 oy 是 po apoy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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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 contra 重音在前面、contra contra contra、gracias. mucho mejor much better subida 就是那个动词 subi 了、哦、动词是 subi 了对吧，上官、对，什么 上公共汽车啦，什么上楼啊，都是 subi 了，它这个 subida 是名词形式。还有问题吗？其他大家还有什么联想和问题？那就下面声音。Roga。Roga。Roga。重音在前面。Roga。Roga。Roga。重音是在 O 上吗？对。Roga。Roga。Roga。甘肃。重音在后面，甘肃，甘肃，甘肃，就是 Tercero， 这个发的特别好，这个 Cua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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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Cuarto。
第四啊。Cuatro. 如果四是四是 cuatro cuatro， 不一样的啊，这个是第四，啊、对四是 cuatro。我来写一下啊。听的好像是 one， 哦，不一样，这是 quarto， 哦，这是 quarto， 那个四是 quarto， 哎，在后面，但是这两个非常容易搞混，老记不住，对，非常非常容易搞混。哦，这个 quarto， 这个 quarto 还有好几个意思，我们学过，大家还记得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吗 ？quarto。是不是那个房间？对，它可以做房间。还有呢，说时间的时候是一刻钟什么的。对，嗯，也，嗯，啊，那问题到底是哪个呀？都可以啊，它就是一词多义啊。不是，我说是瓜尔朵是吧？不是瓜，是这个的，是这个字，是这个，对的，瓜尔朵。对，因为我知道有这个意思，但是还是不记得具体哪个。其实你这样子联想那个键。就像英语里这个 quarter，嗯、对，它也有时候也可以做那个 living quarter， 说 living quarter， 它是可以做那种好像住的那种地方那个意思。嗯、然后 quarter 第四，你说四分之一不就是 quarter 吗？第四，你这样联想，跟那个基数词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就像领导说的，这两个字特别容易混起来，一个是 quarto， 一个是 quadro。嗯，哎，好办法，就是一个把这个 r 移到后面去了啊。嗯。还有你看现在这第几呢，它结尾都是 O 对吧，对，它这个很有意思，你看都是什么 DO MO NO RO 都是这样，就是第几 o, 对，这样子联想一下可能也比较容易、哦、那个记忆吧。嗯，雪莉刚才说完了哦，那现在又该我了啊，从头开始了，从头开始。嗯，那个键不行，下不去。Okay, 那就先说三个吧。嗯、sexto, septimo, octavo， 就三个吧。这就是序数词了啊。就第六、第七、第八。嗯，我很奇怪，他怎么什么？他没有第一、第二、第五也不写出来。那第一是什么？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哎，在那个之前，那我先问一下，不要说第六，就是六七八是怎么个说法呢？六七八 ，six， 对，是六嘛 ？Linda 肯定在讲法语来的，所以他想知道西班牙。他说了我一下都。对对，我就是想顺便那个六是怎么说那个 Cheryl？ Six，six，S E X， 然后呢？S-E-S-A-S-E-I-S， 哦 S-E-I-S， 对对，然后是 Ocho，OK，OK， 写的差不多，对对 ，Ocho，OK， 这样子很清楚了 ，OK，Gracias。那刚才接着你们说吧，第一、第二什么说？嗯，对，那个谁 ，Shirley， 哦 ，Primero。Primero，primera， 然后 segundo，quinto， 第二就 quinto， 第二呢怎么说呢？第二是 segundo 啊。哦 ，segundo。呀，就是那个英语里的 second 一模一样的用法。Yeah。时间上面的那个秒，比如说老师经常说 un segundo， 嗯 ，wait a second，just a second， 嗯，好。三。下面见了第九啊，noveno décimo oeste， 三个吧，剩下还就三个了耶。行，否则你太吃亏了。那个对，第九、第十，然后西。哦，东是那个 O 去掉 ，Este 就是东。对 ，Este。啊，这里对，在这里它也没有。这个是不是跟法语也一样的？
我们不管法语，我们是学西语，我们不管法语。Linda 你回答呀，可以。我也说不上来。好像是法语是 was 的，不是 all， 好像 有一个 you 的，可能是写出来认识，但是一下你让我拼出来不会啊。不管不管，嗯嗯，不是不管他，现在忘掉法语。好，下面 Julia。 好的，哎呀我刚刚忘了，是从第十开始吗？最东南开始，从东南开始。好，东南。嗯，sureste sureste suro suroeste suroeste noreste noreste。 嗯，母语边读得非常好啊，非常准确，音节分得也很好。这里还吵了一个西北。 Julia， 西北怎么说？西北，嗯，你看它西南是怎么弄的？我懂你意思。那么西北就是，嗯，oeste， 哦，西北，啊，对不对？西北是 noreste noreste， no 不是 no no oeste 了，东 re。这个 o， 它是 o。 noroeste noroeste 对吧？ noroeste noroeste 非常好，写在 noroeste， 写在 chart 里头吗？就把下面的弄到上面加。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 noroeste 非常好。好，单词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像基本上还蛮简单的啊。还有南北没写，南北，对，就是说那个东南西北是吧？对对，现在一嘛，还有东南北，谁写了？东是 este， 东南是 sur 了 ，right？ 西是 oeste， 北是 norte 是吧 ？norte，norte， 嗯，写在chat里头了啊。看到了，以前我记得那个Julia 叫我们过那个苏大 America 南美洲，南美苏大 America， 对，苏大 America。 好，单词就到这儿了啊，我们下面就是那个 Jane 可不可以到这个底下常用词汇，我们就来选些句子，把刚才的那个词汇选一下，就是下面是谁？哦，下面开始我了是吧？我们做二三五好吗？抽几题就是用不着。我们做什么？哦，做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学常用词汇的这个例句，就是刚才生词里面，然后他抽出来的这些动词啦，还有一些 flossy， 就是。但是现在显示的好像不是的吧？现在是的，现在就是常用词汇这个 ablo ba。 我知道，那么这个不要我们做了，就是读了。对，读了以后翻译一下理解一下。好的好的，我是说不用每题都做，然后我懂你意思。这个 ablo ba 我们里面抽二三五做一下。Okay？ 好的好的。第二题 dicen que ya ha ablobado este plan， dicen que 就是他们说对吧，这里就是用的那个过去那个现在完成时吧，对吧？ ablobado 过去分词加 an。 他们说他们已经批准了这项计划吧。 plan 就跟英语里是一样的哦。没有什么，这个 an 是那个 avail 的那个现在这个。再复习一下，就是那个现在完成时，就是那个 avail 的现在变位，现在时的变位加上过去分词啊。这个 on 就是那个 avail 的 ellos 的那个变位。嗯，对，嗯，大家有疑问吗？第二题。
第二个句子是不是完成时前面都要加一个这个 yi 了？哦，不，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对，不是啊，对，这个 yi 是已经的意思，它是不是就强调了？嗯，强调一下，不是完成时都要加这个 yi。没有，因为你看后面句子的话肯定会你还会碰到，就是这个呀是不是已经的意思？对，呀就是已经的意思。他这里可能是不是强调他们就是所以要加一个呀，不是用完成时就要加呀，没有这样子。仙柔，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完成时都有点忘了啊，这个 on ado 是第几人称怎么回事来着给忘了。他现在解释了你没听。对，这个他在开小差了。Abel 的就这个词 Abel 的那个现在一般现在时的变位，这个 on 是 Eos Eos 的现在变位，那个变位就是 ASR Amos 和 on， 写一下吧，加上过去分词 OK。Amos on 加 P 就是第三人称复数，写在 chat 里头了，看见了 OK， 没有那个 Bosotros， 因为老师也不说那个 Bosotros。 嗯，PP 就是那个过去分词的意思。对，那个就是现在完成时哦，因为下面我们这课好像要学过去完成时。OK， gracias。 嗯，de nada。 Jen 做第三题好吗？好。 Solo aprobaron la opinión de la mayoría， 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重音。Solo aprobaron la opinión de la mayoría。 哦，读得非常好，真的这个这题这么多重音。Solo 还是仅仅的，唯一的是吧，是吧 only 是吧，还是什么 only 的意思，对，那个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哦，这个可能是将来时是吧，因为整个词都在上面了，将会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将会执行认可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哎，主语是谁啊？谁将通过？他们。对，他们将通过批准大多数的大多数的是他们指将来时，将来时。纸他就没翻出来那 solo。 他们哦，对对对，他这个 solo 好，他们可能说，可能这么说，他们只会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对对对，非常好。 对非常好。哇，我们西语得读好几遍才读顺，中文也得说好几遍才说顺。如果是少数人呢？Majority 大多数，那 minority 可能是，对 ，minority， 就 y 改一个字母就行了哦。不对，还有个 min 呢 ，minority， yeah， minority， minority。就是把 y 改成 on on minority， minority， 好，嗯 ，Julia 做第五题好吗？好的。好，第五题对吧？是。Tras mucho trabajar。Mi hermano ha aprobado el examen de inglés. Inglés. 我再念一遍啊。Tras mucho trabajar,
Mi hermano ha aprobado el examen, examen de inglés. Inglés. 对，读得很好，特别是前面，后面又开始，比如说 el examen de inglés， 你就放在一起读。啊，好的。这里那个，念 examen 还是 examen？ 我好像听那个放音好像是 examen。没有说 examen 是不是在词尾它就弱化了、啊、但是好像按照标准应该说是 examen， 这里可能有点英语的发音、这个最后我觉得你不用去强调那个最后的尾，一般的很多尾音都是想弱化，而且它重音是在 examen examen，OK，OK，、你说的对的。你不是说 examen 还要那样子去强调那个？其实对，其实我看那个他们，你听到每日去，你听他们有时候连读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听到有些音节那么强调。对，你说的对。快的话，他们 native 可能说起来，我们真是听的很多录音都听不懂。好的 El examen de inglés. 说一下中文。就说经过很多努力，我哥哥通过了那个英语考试。很好，你翻的那个经过很多努力。特别好，就不一定就说工作了，对吧？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通过。这里也是用的是那个，用的是完成时啊，现在完成、通过了。对，这里他就是通过了意思，跟那个批准的意思。通过了考试。这个 aprobado 好像就是这一课课文里面要学的语法吧。aprobado， 这课学是要学，好像是过去完成时吧。但是就是说我们学过现在完成时，它这个应该是现在它这个过去分词是一样的用。哦，对对对。哎，对，过去分词，所以刚才我在。说生词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 aprobado 它这个过去分词过去分词的形式用的很多，对，对的，这里是现在完成时，今天我们这里课文学的是过去完成时，对的，它过去完成时也就是把那个 adele 的用它的过去时再加上过去分词，对，就是它的助动词用过去时跟英语是一样的，对。Okay. 下个星期老师回来以后听老师讲语法，我们讲语法还是、yes. 好，那我们就学那个 inicia 下面一个 Jen Gracias、这个我们做三四六吧，第三题 Linda、三四六、第三 ya se ha iniciadoEl nuevo semestre. Otra vez tenemos que trabajar muy duro. Duro. 这个老师讲过，我们英语的都喜欢 duro. Duro. 哎，好像 duro man 手怎么说来？Manos duro. 哎，后来是谁说是 duras 还是 duro 了？忘了。No， 他这个 mano 是一个mano 是 mano 是一个 female， 所以是 mano duras， duras 对，好像是改成 duras 了。我看这什么意思啊？后面第这儿，再一次 otra vez， 再一次，我们必须努力工作。然后我现在看前一句哈，前一句 are 这个是第三人称吧，那主语呢，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我们在
继续啊，我们在我们必须再一次努力工努力努力学习吧，努力工作，对吗？嗯、Cheryl， 我对了吗？嗯，没声音了。Cheryl 是不是掉下去了？因为我稍微我听起来好像是 mute 了。啊，对的，对的，就是、oh, okay, 就是用功了嘛。Okay. 学期一开始我们要用功嘛。All the best， 就是 OK。这里这个那个 initial 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它这是就是用了自负的那个形式，对吧？前面加那个 say。嗯，对。因为你新学期自己不可能开始是。就是那个他这个有这个自负的那个自负的那个自负动词，我觉得正好是因为他自己开始、嗯、所以才用个 say 自负，对，他应该是可以开始，不是自负被动，是自己他自己、嗯、对对，这个反正我觉得这个 say 对于我来说是个难点，对、这个、因为 我觉得可能对新学西语都是个难点，这个用法就是，而且你看它放的位置啊，就放在这个 R 前面。嗯嗯。西班牙语不用主语，不是主语，不是不用主语，就是那个主语很别扭的，放到后面、嗯。有的时候放到后面，有时候省略了。嗯，对。反正老师说过，就是看这个动词。对。变位，所以动词变位如果记不住，连主语是谁都搞不清楚。是，嗯，好，嗯，下面是 Cindy 做第四题，好吗？下一个是那个谁 ，Shirley 做第四题 ，Shirley 还在吗？他经常会 ，Shirley、嗯、第四题 ，OK， 嗯。Tras el invierno viene la primavera y con la llegada de la primavera se inicia un nuevo año. 嗯，很好。谢谢，好像挺有诗意的这句话。对，好像是讲春天，嗯，就是好像好美的样子，这样子。Invierno 是冬天，就是冬天，对，冬天后春天，嗯，就是来了这样子。嗯嗯，然后很又开始一个新的年 ，something like that。啊，过了也嘎达得了不留没白了，嗯，就是过了这个，嗯，随着春天的到来，新的一年开始了。哦，随的 ，OK， 也嘎达是随着的，也嘎达是也嘎了的那个名词到达，嗯，也、yeah, 哦 ，OK。共不就是像 with， 我就觉得随着春天的到来，新的一年开始了这样子。嗯嗯，这个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新的一年，咱们形容词放前头了是吧？对，它这里放在前面。Un nuevo año。要是按照规则的话，我会写 un año nuevo。Jane， 这个事儿呢，我正好学法语，知道。它有几个词呢，就是习惯性放前面，形容词一般放后面，但是个别情况，就像 nuevo， 还有一些有几个词，嗯，它都是放在前面的，年龄啊，嗯，美丽啊，就是少事情，比如说好事啊，这好吃的啦、啊、什么的 ，boom 啊，什么都放在前面，它这个应该西语是一样的。哦，这是一个特例，对。对，我法语里面有这个放前头，那个西语里面咱们有一个放前头，就是嗯、什么
bueno 就变成短尾，好的 bueno 是吧？变成嗯 ，nuevo 就不需要短尾，是吧？对，我觉得他好像有些习惯性的，但是说 año nuevo 应该也没有错，但是他的 nuevo año 嗯，好像有些习惯性，这个可能是要自己积累，或者是就像，嗯，好，好，也许可以的。我有个问题啊，可以问一下吗？可以啊，大家一起讨论。嗯，就是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单词啊。这个发音我总是好像有点搞不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上面加一个这个波浪的那个线就发这个本身的音，嗯，然后再加一个 e 啊， a new no no 应该是发 new a new a new 不是发本身的音了，对，没有，反而不是发，应该发 n y，发 N 和 Y 连在一起，不是读妮妮吗？对，像捏捏。那么就是这个本身的音有一点点，然后再加上一个 E 了，对吧？对，妮有妮有，好像都是这样的。和后面加起来了，和 O 加起来，妮有。对，那么就是嗯 E。对对，妮有。你刚才那谁说 Cheryl 不是说捏吗？是有点像捏。我记得，对，我记得老师第那个。跟我们讲那个的时候发音的时候他就说你就记住捏，像捏的那个音，像我们说捏的那个音，嗯，就是捏捏，嗯，捏啊，嗯，扭扭 OK 加了加了那个叫捏，它其实仍然是，其实你把它分得仔细一点就是有两个音对吧，对，你和哎，刚才你不说捏吗，加一个音，对，但是老师说呢是捏捏，你就记住捏，看着这个字，你不要想那两个，就想一个捏就完了。好好，不捏你就容易记住了。嗯，不要记两个。嗯，好的，嗯，很好，很好的问题，正好你们要开始那个nuevo año了，咱们马上要。对，万一你教别人教错了，他们学的就是错的。我觉得这个对发音还是要老师来教，老师可能是说如果他连着上两堂课太累，嗯，他会叫小老师们主持的发音的话，嗯，我估计老师今天还没到目的地呢，肯定没有啊，昨天才那个，嗯，2300一天就开800公里的话还得开4天，啊，真了不起，哎，不对，开几天，38243天 OK 开3天，他精力特别充沛啊。好，我们哦，时间也到了是吧？嗯，哦，那我们就半天没有我说话呢。哦，对呀，其实刚才就把朱迪给落了。朱迪，你把第六题做一下吧。我都忘了在谁后头了。对，朱迪，你做一下第六题吧。啊 ，Sabes en qué año se inició la Gran Marcha？March，March，March，嗯，这什么意思，啊？中文什么意思？就长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吗？啊，哪一年？哪一年开始的 ？Sabes，Sabes， 是你哪一年？哎 ，Sabes， 你知道吗？对吧？你知道吗？长征是从哪一年 ？In gay annual。Sabes。Do you know? Yes. Do you know? Oh. 那个，我是问你 ，Julie. Do you know? 嗯。En qué año? Sabes, 对 ，Sabes 是你知道吗？你知道 ？En qué año? En qué año? 就是哪一年嘛？他在问你呢。Sabes en qué año? 问你呢？问我什么？问你 qué 什么 qué año 呀 ？Qué año？对，给阿牛。我问你，回答一下哪年开始长征的？他一直哪年开始？不知道。No say 是吧 ？Sorry， 不知道啊。当时没学好。Nobody knows. Nobody knows. Nobody remembers. 没有，我以为你说今年是哪年？这个 Sabes 这哪年长征开始？
不知道。唐僧是三十年代，1934年开始的，大围剿，大围剿以后，五次大围剿以后。那一九几几年？1934年。34年，34年到36年结束。Okay. 好，我们也到时间了啊，正好学了两。Gracias. Gracias. 谢谢。